免心看伊，心看伊。小刚到、啊，哎呀，小宝说怕是饿坏了。小老板今儿个吃什么？啊，南昌路上找到一家当地上海松糕店，这几日啊，我呗天天指定要吃，也吃不腻。想家了吧？哎，我先进去了。哎，好好好，你们谢谢。夏老板跟徐主编拢是共故乡的，专利支持阮的产值，会用讲阮是靠人家请的啦。为了说服这位才子当我的长期撰稿人，我这三寸不烂之舌都已经山穷水尽了。原来美元那篇文章是您写的、啊、先生，我真的很希望再看到你下一文章。想写就写，不想写不用写，交个朋友。哎，有伊娃。我有啥呢？妈，我来了。月丁啊，肚皮饿了吧？嗯，妈带月丁吃吃夜宵好吧？嗯。胡老板，嗯，你为啥也爬起来了？我记得个死气了。各位手呀，心还没洗啊？不要乱想，就是去吃个饭。啥？你那是想帮忙？用脑子玩的。哎呀，雨丁啊，妈起气就回来啊。嗯。